丞相啊，如果要是二次北伐，你是不是打算从陈仓进军呐？ 真是怀念荆州啊！要是荆州在我们手里的话，北伐大军便可车船并进，数日之间抵达许昌，粮草、军械、兵马更可以源源相续。如今失了荆州，北伐大军每次出手，不得不经千里蜀道，越800里秦川，事倍功半不说。 稍有不慎，形势便会逆转。上次北伐就是因为延误太久，以至于街亭之师功亏一篑。丞相，啊，你们退下吧，我给陛下写一份表彰。先帝虑汉贼不两立，王爷不偏安。 故托臣讨贼也，以先帝之名，良臣之才，也知臣伐曹魏是以弱敌强也。然而不伐贼，王爷必亡。与其坐而待亡，不如拼力伐之。臣受命至今，轻不安息，食不甘味，深知北伐必先南征，故有五岳渡泸，深入不毛之地，以安后方。 臣非不自惜，是知王爷不能偏安于蜀中，必奉先帝之意，图北伐大局。何人呐？在下姜维。啊，何事啊？丞相。 子龙老将军过世了。你说什么？半个时辰前，子龙老将军在他的府上过世了。啊！ 断我一臂啊！先帝的五虎上将，如今都亡故殆尽了。子龙将军去世前，有何遗言呢？赵老将军。 只是大喊了三声，大喊什么？北伐！北伐！北伐！<笑><笑>
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至于北伐成败立顿，非臣之所能逆睹也。陛下，大都督曹休刚刚在石亭大败，为损失惨重，朝野不宁，三军惊骇，此时正是北伐良机呀。哎呀，子龙老将军刚刚过世，国师遗著，军哲遗帅，朕伤心之余，担心这是北伐的凶兆啊。陛下不必担心，臣夜观天象，地气南移，北斗晦暗，正合我军乏味。哦，相父啊，朕有一言，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啊。陛下请讲。你说我们开国以来，魏军从来不敢犯我，倒是相父频频攻伐人家。如果相父不举兵的话，蜀魏无相安无事，这天下岂不太平吗？恕臣冒昧，陛下今年多大了？朕17了。陛下青春年少，是蜀魏吴三国最年轻的君王，今后的岁月还长着呢。可陛下知道臣多大了？相父大概快50了吧。52。臣如果想偷安，完全可以不乏味，每日上朝下朝，过平安的日子。凭蜀中各处险要，20年可保无虞。可20年之后呢？曹魏必会兴兵伐蜀，到那时，臣早已亡故，可陛下才37呀！啊，真的吗？凡偏居一隅者，都不能久持，要么进取，要么坐亡。臣之所以一再举兵北伐，就是想在有生之年攻取中原，谋定天下。只有到了那时候，陛下才能安享千秋大业呀。哦，朕明白了。哎，不过相父，你在表上说，至于北伐成败立顿，非臣之所能逆睹也。你这话岂不是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吗？与其坐以待毙，孰与伐之？哎，大将军呐，你可来了，你快请吧。哎呀，皇上候你多时了。我听说几天前皇上召见过那司马懿，是吗？啊，是。我还听说皇上召见司马懿，他司马懿坐的是天子皇驾，脚不沾地，直上御阶，是吗？啊，是。哎，大将军，你快请啊。哼，我贵为天子皇叔，太子太傅，领天下兵马的大将军，却让我从朝阵门一直走到这儿来。哎呀，大将军，你息怒啊。哎，大将军呐，你尊贵啊，尊贵之人不与下臣计较，对不？哎，大将军快请吧。尊贵之人啊，快请快请。臣叩见吾皇。曹真，朕命你都督雍凉军情，令已经下了2个多月了，你却还在京都拖延着，不去雍凉上任。陛下息怒，臣家中有些小事，安排完了我就走。娶妾还是纳妃？听歌还是观舞？你只顾享乐，可知道边关已经出大事？出什么大事了？
你睁眼瞧瞧，诸葛亮再度北伐，率领30万精兵直奔陈仓而来。诸葛亮疯了，诸葛亮他疯了，亲自抄下他的后路，街亭大败。街亭之战与你有何关系？那是人家司马懿的功劳。哼，你只会劝朕用曹氏宗亲提防司马氏。我看照这样下去，司马氏是提防住了，可是江山要丢给诸葛亮了。三叔啊，我知道你是嫌雍凉苦寒，不愿前往上任。朕成全你，罢你全部权位，着司马懿来担任大都督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陛下，臣这就往雍凉继任。我哪怕不要这把老骨头，我也要大败蜀军，为陛下建功。好，朕限你3日之内前往雍凉，督率3军迎战。如果再败，就不要回来见朕了。臣领旨。把你的儿子曹爽也带上，让他上阵杀敌，历练历练吧。遵旨。上的魏将就是郝昭吧？正是他。大军围城以后，他死战不降，我军攻上城池10几次都被这守军杀退。良将啊，你们看，魏军都在迎战，只有他胜如闲庭信步，片言不发，一令不下。而只要他从守军身后走过，守军将士们纷纷拼命接战。有此人在，陈仓难以攻克呀。丞相，末将愿亲自领军攻城。你是中军上将，重任还在后头，眼下轮不着你上阵。这个区区的陈仓城已经阻遏我大军10多天了。丞相啊，我是怕战事如此焦灼下去的话，只会有利于曹魏而不利于我军的。报！丞相，魏军援兵已到陈仓北50里，正在立寨扎营。何人领军？曹真。我还以为是司马懿。曹睿真是个昏君，总是爱用曹氏亲王。看来司马懿还是被弃了。那我军应如何迎敌？陈仓有郝昭固守，一时难下。曹真来了，反倒好办了。伯乐，丞相，东吴用诈降之计大败曹休，你也用诈降之计转曹真一回如何？丞相，我是怕因为之前有了曹休的前车之鉴，如今曹真就不会上当了。兵法之奇在于不循常规，正因为有曹休的前车之鉴，
曹真才不以为我们会用同样的计策对付他，反而容易成功。再者，上次北伐，司马懿见去大功，曹真深为忌恨。此次他领军伐我，求胜之心应比司马懿更盛。这好办，丞相，写信又不费事儿。我现在就去写一封诈降书去。嗯。传命前军，每日只行十里，逢山即守，遇河即止。诸葛亮诡计多端呢，我们只能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大都督，英明啊！郝昭正在陈仓血战，而请命率两万军前去解围。等不住气了？陈仓是饵，诸葛亮早伏下伏兵了。大都督，你深知诸葛亮用兵之道。万一郝昭不敌，陈仓有事怎么办？郝昭乃司马懿所建，郝昭兵败，司马懿难逃欺君之罪。再者说了，陈仓要是会失手，早就失手了。让郝昭先消磨消磨诸葛亮吧，日后再战对我有利。大都督，事后在外面抓住一名商客，此人带来一封书信。大都督，这是我军旧将姜维写给你的。念。归降大都督，下去吧。诺。遂将姜维拜拜，书呈大都督：在下父祖皆为魏臣，天授边城，刀切厚恩。在下只因误中诸葛亮监禁，竟至献身于颠崖之中，不得而诈降之。入蜀以来，在下思念故土，养气国君，无日敢忘。今信赖大都督率军而来，在下如久旱望甘霖，愿归效大都督将功折罪，以为父祖天灵。此信八成就是诸葛亮的圈套，诸葛亮诡计多端，数月前东吴的周防就是微回诈降计，大败曹休啊。诸葛亮何等奸诈，若照葫芦画瓢，岂不是连黄口孩童都骗不了？大都督的意思，姜维和周防不同，周防是吴人，姜维是魏人，姜维的父祖坟陵都在中原，而且降蜀也是情势所迫呀。这回是上天让我见光了。郭槐，你马上去重赏来人，让他告诉姜维，约好日期，举火为号，一举攻破蜀军。还有，嘱咐姜维定要生擒诸葛亮。遵命。我倒要让朝廷看看，会打仗的不只是司马懿呀。停！大都督，姜维派人来迎了。禀大都督，姜维将军已派三千甲士将中军大帐围住，等候大都督到来。诸葛亮呢？就在中军大帐之中，已插翅难飞。你回去告诉姜维，半个时辰之后，我率五万兵马杀到，叫他听到号响立刻行动。
如果这回真的抓住了诸葛亮，我保他做卫大司徒。去吧。遵令。传令加速。加快速度。加速。大帐，擒拿诸葛亮。丞相，魏军大败，往南而逃，死伤不下20,000。报！禀丞相，末将连破魏军5座营寨，缴获辎重兵器无数。丞相，丞相，这是魏先锋上将费腰的人头，我只差片刻没能斩下曹真。我设此计，本是要擒杀曹真的，可惜大计小用啊。诸位将军，你们回本寨好生休息一日，明天班师南归。我军刚刚大胜，为何却要班师南归呀？不归不行啊！陈仓那边鏖兵20多日都没有攻破，陈仓粮道不通，汉中的粮食就运不进来，军中的粮草只能维持5日，如不退军，断了粮，就真的危险了。那为何不乘胜进军，一鼓作气攻杀陈仓？陈仓城位于险要之地，周围容不下太多军士，立功无用，武艺一绝。你们准备拔营吧。遵命。
爽儿啊，若非你，为父就回不了京城了。哎，儿正在山中扎营，突然听说父亲起兵偷袭蜀军，儿急忙赶来助战。哦，多亏了虎威将军王双，儿才杀入重围。王双，你是哪里人士啊？西凉。末将的战绩都是西凉骏马。我观你之勇，不下当年吕布。司马懿见了个好招，在陈仓城是屡战屡胜，整个朝廷都在夸他。你好好效力，我保你做车骑将军。谢大都督，末将必效死命。大都督，大都督，蜀军追来了。败军回报说诸葛亮拔营南归了。拔营南归了，这可怪了。按理说诸葛亮打了胜仗，应该乘胜追击才是啊。诸葛亮他断粮了啊。真的？父亲何以知道？大都督所言不错，只因蜀军一直未能攻下陈仓，陈仓粮道不通，汉中粮草就续不上，诸葛亮所用粮草皆为随营所带，30万大军能用多久？他若不退，只能饿死。嗯，父亲，请赐我50000军，而日夜追杀。50000怎够啊？最少也得15万，要杀就杀他个片甲不留。现在哪来的150000军啊？停！诸葛亮退兵，必过岐山。曹爽，你率本部人马从北面追杀，至岐山下方止。王双，你率我剩下人马，约10万上下，从南面追杀，至阳平关方止。遵命。慢。这些还不够。王双，在。你途经陈仓，传我军令，令郝昭跟你一起起兵，合兵一处，掩杀诸葛亮。大都督，郝昭是司马懿的部将。如果他不奉命，我该怎么办？取我大都督兵符来。王双接符。王双，郝昭若是不奉命，你执此符，令他交出所有兵马，归你统属。王双啊，如此一来，你拥兵不下150000，建大功的时候到了。多谢大都督。王双如不能斩下诸葛亮，甘受军法。虎威将军王双，见过郝将军。你来何事？奉大都督军令，请将军出军，与我共同追杀蜀军。哪个大都督？还有哪个大都督？曹真。是我不奉命。将军说什么？朝廷给我的严令，要固守陈仓，无论何时，城中兵不得轻出。将军请看，这是天子赐予大都督的兵符，见此符如见天子。你如不奉命，即使今天我杀不得你，日后曹真一样会杀了你。将军请三思啊。你主司马懿远在洛阳，而现在统兵征战的是曹真大都督啊。你留下兵符为质，我拨你一半人马。你当然了，你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拔剑杀我。好，请将军拨给我一半兵马吧。丞相太过于谨小慎微了，换了我就会一鼓作气拿下陈仓。我只要把废药的人头往城头上一扔，守军便会胆寒。是啊，撤军太可惜了，下回再来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。上次北伐，我就建议丞相给我精兵5000，从子午谷奇袭长安，他要是早点听了我的话，中原今天早就大定了，何至于今天？这，报！
禀少将军，丞相口谕，请少将军到前面神庙相见。知道了。呀，丞相。好你个魏文昌，胆子不小啊，一路上都在叨咕本相的故事，连上次北伐的事都翻出来了，你傲到天上去了。丞相，在下有罪，甘当受罚，但是我也有冤屈。说。30万大军千里北伐，却被一个小小的陈仓挡住，我心有不甘。再者，丞相让我担当重任，敢问重任何在啊？难道是让我带头退兵不成？你不想走就别走，我付你50000精兵留守此处，等着攻杀曹真的追兵。如追兵不来怎办？我自降3级，如果追兵来了你战不胜怎么办？我甘受军法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曹真的公子曹爽正率着50000精兵奔来。我这就去布置伏兵。啊，伯月啊，啊，我也付你50000精兵，着你攻取陈仓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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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事不好了！蜀军已经破城而入了。胡说，城门始终关闭，蜀军怎么攻得进来？将军，开了，蜀军穿着我军的衣服，打着你的将旗，已经撞开了城门。我军的衣服怎么到了蜀军的手里？将军，你忘了你已经给了王双一半的兵马吗？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王双在道口中了埋伏，被魏延斩杀，10几万军马已经死伤过半，蜀将姜维、张宝已经杀进城来了。快快随我迎敌！将军，来不及了，蜀军不下50000，已经攻破城池，而我军不足20000，何况城中各处要寨已经被攻破了。啊！司马大人，我对不住你呀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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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亲，父亲，而中了蜀军埋伏，怎么办？儿啊，为父让你受苦了。王双呢？王双呢？也中了蜀军埋伏，听说已被魏延斩杀，10几万兵马损失大半，完了，全完了，我如何向陛下交代啊？父亲，我们退往陈仓吧，那是一座坚城，牢不可破。儿啊，你以为陈仓还在吗？大都督，大都督，蜀军打着我军旗号骗开陈仓城门，陈仓失陷，守将号召自尽。料到了，我全料到，蜀军粮道已经打开，
我军大势已去。父亲，我们还有十几万兵马，如果一战郡守节节抗敌，定当挽回败局。儿啊，不可能了，我做了一辈子将帅，一直做到大都督，可我打的败仗比谁都多。你肩顶着皇叔这张老脸，陛下不和我计较，可这次不同了，陈仓一失，雍凉未待，雍凉若失，我大魏就完了。陛下他岂能饶我？儿啊，为父是开国以来第一个被斩的大都督。大都督莫慌，依我看大局还有办法挽回。郭槐，你有何良策？若能救我脱身此难，我大都督，请大都督称病上奏朝廷，让司马懿出京迎战诸葛亮。把兵权让给司马懿？大都督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这个？司马懿在前，他也是魏臣，诸葛亮一旦攻下中原，大魏就要亡国了。亡国了？哦，我糊涂了，我糊涂了。可我折了十几万兵马呀，陛下依然会降罪杀我呀。我看啊，不会。为何？你看，公子血战诸葛亮，已经斩断了一条臂膀，你就让公子挂着这条断臂，火速前往洛阳见驾。陛下见到血迹斑斑的公子，还能忍心杀你吗？是。是。是。你那总打败仗的爹怎么不来受死？曹氏祖宗的颜面都被他丢尽了，江山就要葬于他手，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？他为何还不自尽？陛下，父亲败后，武内俱焚，几次要自尽，是众将私自拦着，才没死成。众将说，大都督啊，你就算要死，也不该死在军前，你应该打败诸葛亮后，回到洛阳城外，自尽以谢天下。父亲觉得众将说得对，因此在坚守军中，待来日再自尽谢罪。悲壮啊！他为什么不来，只差你来？父亲本想来的，可是继任大都督未到，蜀军又不断北犯，父亲气血上奏，请陛下罢撤他，派司马懿继任，担任大都督。父亲愿意在司马懿麾下做军前一卒。陛下，曹将军左臂是断的。曹爽啊，罪将在。念你英勇作战，朕不会降罪于你。你回去告诉曹真，就说朕已经为他准备好天牢，叫他立刻回京。只怕父亲已无福享受天牢了。为何？罪将来时，父亲已离重病，
夜夜呕血不止，恐怕此时此刻父亲已经亡故了。陛下，曹真虽然罪在无赦，但请陛下您参与血奋战，免他一死吧。陛下，曹真虽败了，但妻子英勇杀敌，功不可没呀。华歆啊，臣在。召司马懿进宫。遵旨。点平生。